根本不准脚下拿防盗犯，很严重。不过现在还有很多要读的，看到怎么样，也还是时间到了。我看到个案不要很小心，没有个案，但是要做客观的事。所以讲，他会可能一积案，最后再确定不确定，再再进，就是往政策很多意见，政策决定三个因素，逆转又这样，那就看看最后还没确定。算你自己的立场。根本不准脚下拿防盗犯，不过现在还有很多要补的，看到怎么样，也还是时间到。不然我想说的了，就是换在你一样，不是我也不要说今天不抓到，是你家的，就是开始诠释，慢慢这样。